Hello，小朋友们好。现在我要你们帮我拿出这一本白色的书，然后上面写着青色的字的这一本书出来。OK，拿出这本书出来过后，帮我打开二十一面。上面写着练习十一。好了，现在我要你们帮我写上你们的姓名以及今天的日期。OK，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A， 写一写。现在你们跟着老师的笔画一起读一读：横撇捺，小朋友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字吗？这个就是太阳的太，你没有看到下面那个点点吗？我在那边画了一粒小太阳，所以它是太阳的太。现在我要你们拿起你们的铅笔，跟着这个虚线一起写上它的字。跟着它的线线啊，写好了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B 圈一圈。给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三个字：太阳的太，下楼的下，去厕所的去。太阳的太，下楼的下，去厕所的去，去厕所的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太阳的笔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OK， 这个是四，这个是五，四五，现在我要你们帮我把四圈起来，OK， 好了吗？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，下，我们一起来数啊，一二三，哪一个是三呢？二三， OK， 帮我把三圈起来，OK， 看第三个。去，一二三四五，哪一个是五呢？五六，麻烦你们帮我把五圈起来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翻开后面那一面啊，下面写着二十二面的这一页。那我们一起读 C 查一查，小杰要准备睡觉了，他需要什么东西？圈一圈。小杰要准备睡觉了，他需要什么东西？圈一圈。 OK， 这个是小杰对不对？小杰他要去哦哦呀，跟你们一样要去哦哦呀，这样子要用什么呢？你们睡觉的时候有穿睡衣对不对？啊，全部人都有穿睡衣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睡衣圈起来，我们把这套衣服圈起来。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可以吃糖果吗？不可以。你们要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吃糖果的哦，等下那个虫虫会去咬你们的牙齿，你们的牙齿就会痛了，所以不能吃糖果。OK，你们睡觉的时候拿你们的枕头嘛，有拿你们最爱的枕头有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你们帮我把 C 圈起来，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要你们帮我打开第二十三面。OK， 打开了吗？打开了对不对？现在我要你们看上面写着练习十二的这一面。同样的，帮我写上你们的名字跟今天的日期，名字跟今天的日期啊。
OK，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A 写一写 A 写一写。OK，现在我们跟着笔画一起念：横折横折横折弯钩，横折弯钩，横折弯钩，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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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就是孩子的子，孩子的子，子。你看，有谁？有你，有你，对不对？还有哥，还有姐姐。这个就是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孩子的子，孩子的子。OK， 现在我们一起，我要你们拿起你们的铅笔，然后帮我写上，跟着那个徐徐线一起写上那一些字，写好了吗？好了，这样子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B， 补一补，涂一涂，补一补，涂一涂。OK， 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三个字：阳，太阳的阳。太阳的阳，你看这里有一粒大大的太阳，有没有？太阳的阳，太阳的阳。OK， 第二个字叫，你看到吗？他的嘴巴在这么，他在叫人，对不对？叫，啊，他讲我叫，叫叫，他就喊叫叫叫人的叫。OK， 第三个字爬山的山。爬山的山，你看有三座高高的山，有没有？一二三，山，爬山的山。OK， 现在我要你们拿起你们的铅笔，跟着这个虚线一起写。写好了过后，拿上你们的彩色笔，把这三个字写好了过后，拿上你们的彩色笔，帮我把这个虚线你们画好的地方，帮我涂上美丽的颜色。OK。现在我要你们打开第24面，跟着老师一起读 C 查一查 C 查一查，把缺少的部分画出来并涂上颜色，把缺少的部分画出来并涂上颜色。 OK， 你们看这个这两个图片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到吗？太阳的那个线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你们帮我画它的线。嗯，画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要你们帮我看企鹅的手还有在吗？企鹅的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画企鹅的手，企鹅的手。啊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它的嘴巴。啊，在它的嘴巴也不见了。所以我要你们帮我把他的嘴巴画起来，你们画好了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你们帮我把他的图片涂上美丽的颜色。 OK， 今天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记得喝多多水啊，拜拜。